发现老公偷偷看美女，我在手上画一群蚊子。你想干啥呀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媳妇，你打我干嘛？哎呀，你看，这怎么那么大蚊子啊？那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呀。你打轻一点，你敢跑他就行了。不行，敢动我老公必须死。老公没了啊，歇着吧，歇着吧。啊，必须给他来点狠的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媳妇你又打我干嘛？你看，这怎么那么多蚊子啊？没事了没事了，继续看吧看吧啊。